合肥志工大会师伫咧新庄国小登场，社区理事长联谊会会长黄鸿山是来率领镇内30支志工队700多位的志工共同参与，现场嘛咧展示社区特色美食、舞蹈表演，热闹滚滚。合肥志工一年一度的大会师活动伫新庄国小盛大登场，由社区理事长联谊会会长黄鸿山率领镇内30支志工队，超过700位的志工共同参与，场面热闹滚滚。员工何必定全部的社区拢来接参加，哦，我感觉真正非常的欢喜，大家和我这个理事长真面子。阮办这个活动主要是要大家互相观摩，哦，每一个社区，哦，来参考讲，哦，人的社区做了啦，因为今仔摆摊位是非常用的，啊，大家物件拢吃免钱的，哦，这些费用全部有咱的县政府、跟咱的公所，啊，来咱赞助的安尼，啊，所以嘛有这模特品，弄这理事长家己出钱，哦。而且李书记，这届是啊，真正是出钱出力，这是真好的迄落。哦，阮主要是要大家看讲哦，咱和平镇这个社区真团结。因自志工向心力，提升因参与活动的意愿，对整体社区营造发展来讲，是相当重要一个环节。和平的社区呢，真的非常的棒。他们除了说各社区各自成立以外呢，他们成立了一个联谊会，然后彼此互访哈。啊，小区哈，对咱呢，对很多非常有帮助的。他们有很多公餐送餐哈，对长辈、对老人，然后对儿少呢，还有对我们的妇女也非常的有帮助啊。何必小姑哈，是真的是在黄鸿山理事长的带领之下呢，真的是把大家集合在一起，是一个大家庭。提升我们社区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基准，然后我们的社区在卫福部。也时常得到卫福部的肯定，然后都得到第一名，借由我们的社区的一个表现，让我们的和美的能见度能更高，也是感谢各位社区的一个努力。志工大会师活动今年采取嘉年华会方式，推出社区特色美食大会，各精彩舞蹈表演、摸彩等活动。社区联谊会会长黄鸿山表示，希望借由活动，会当甲志工甲社区合作会，做会带动合肥的发展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合肥采访报道。